家好，我是豪威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段。来喝。现在喜欢哪种？就是我们去逛量饭店，黄晨突然就百年难得一见，突然说他想要喝啤酒。因为他就说你不觉得天气很冷吗？我说那就喝点酒暖暖身子啊。然后我说好，你去挑啊。然后他就去挑他想要买的啤酒类，就是低酒精的饮料。我看他挑的时候我就吓傻，挑走的时候那个逻辑跟完全不一样。他基本上只看包装，阿妹酒就是这样，甚至连口味都不看，他就先放进推车里面想想说，哎，刚刚是什么口味？覆盆子，不知道好不好喝。不喜欢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喝看看，脆脆挑的各式的酒类。第一罐这个柠檬糖沙瓦，他说它的原产地是里霍尼，是日本的。这原味的5%，这个是蜂蜜的3%，是盐味的7%。你不觉得很好奇盐味的吗？然后就先买了这个。然后啊，这个一罐110元，110，一百一，你不很好奇吗？110块，那个不会像咸柠七？110块难道不应该不一样吗？哦，不是啤酒，它是有点像喉咙鱿鱼那种气泡的，就沙瓦。哇，竟然没有泡沫，好失望哦！特别特写一杯极其无聊的气泡水。欸，你们懂不懂啊？对啊，喝这个都要马干杯，气泡中马干杯。好无聊哦，对不起。它自己本身就是咸柠七嘞，是一个柠檬。哦，他说它是沙瓦，沙瓦是沙瓦。沙瓦。第二口味，啊，反正它不是啤酒就不用客气，反正它不是啤酒就不用润了吧。第二个口味，蜂蜜的味道啊，比较甜的咸柠汽，蜜柠檬嘛，柠檬汁跟蜂蜜饮料，蜂蜜柠檬，蜂蜜柠檬气泡水，盐味，甜吗？这个有酒到哎，3分。这就是我不会回购的酒，我觉得就是很普通，然后又超级贵，原味就很普通的柠檬沙瓦的味道，对，蜂蜜的就多了一个蜂蜜的味道，盐有点微妙，酒味比较重，然后有一点苦苦的，对，因为它酒味本身重就会有点苦味，反正我觉得它的甜没有跟上它的咸，就是盐味太重，我就觉得它好像把盐的那个苦味带出来了，哦，蛮苦的。DK 凯迪堡气泡鸡尾酒，然后这个是百香果口味，我是西瓜。西瓜，我每次看到西瓜类调酒，我都忍不住要买。西瓜我就没有喝过好喝的。对，我就是其实鸡尾酒类我都没有喝过好喝的。但是这个西瓜我就是会忍不住想买啊。预设就是一定很甜，香精味很重。啊，原产地荷兰呢，包装超可爱的，怎么可能不买啊？香精色素，还行吧。它现在喝起来很像带西瓜味的沙士，略甜。想必是个荧光黄吧？不是荧光吧？是一个带橘的，哎，是一个带橘的粉，哎。啊，用的是同一支色素，连换色素都来，真的是。什么啊？这个闻起来就是那个百香果冰棒的味道，就是那个小时候诊所的那个药水的味道，我都觉得我鼻窦炎要复发了。被你讲，我就觉得很像了，不能喝。它有点维大露 P 的味道，2分，色素的颜色，香精的味道，甜的要命。然后这个很像药水，百香果更像药水，太难喝了吧，天哪！这个台虎精酿跟秋雅合作的这个济州南高梅啤酒，其实以啤酒的口味来说呢，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啤酒，但陈帅一看到它就哇快哇快哇快，不管台湾秋雅都很普通，它出两个颜色，哎，它还有淡粉色，研究很久，一模一样口味，出了两个颜色，然后我在那边纠结超久，差点两罐都要买了，对，我在那边想很久，它要买这个粉呢，还是另外一个浅一点那个粉呢？当时买了摆在桌子上，你买喝了。好可爱哎，这个怎么可能不买啊？而且是美酒口味的啤酒啊，感觉就不错。平常就有在喝美酒。哦，很细耶。气泡太多了，还是都这样？因为人家斜斜倒，你会不会倒酒啊？这比例可以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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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哎，欸，nice， 非常棒。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加梅子吧。他怎么办？他油条夹饼耶？为什么油条夹饼？
5分，落差很大。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好一些，它喝起来确实是感觉是有天然梅子酿造的味道，但是呢，有点不清爽。喝啤酒其实蛮想要一个畅快的感觉，没错，但它有点浓郁糖浆感，酒够飒爽。那个啤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调性，梅酒是那种温温润润的，那啤酒是想要畅快，让你喝完哈的感觉，对，喝起来感觉有点冲突。我觉得呢，我就是一个讨厌喝啤酒的人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刺刺辣辣的，麦味很重。但是加了梅子之后，因为我本来就蛮爱喝梅酒，我觉得很适合喜欢喝梅酒的女生，你会觉得啤酒变得好喝了。OK， 第四款这个普通的哈，三型西洋梨，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喝了以后，就惊为天人，是和乐优怡以外的另外一个新选择。啊，还是气泡酒而已吗？对对对，它跟和乐优怡一样。淡黄色，但我觉得它的香不是香精香的感觉，它喝起来很像苹果西打，3%的苹果西打，但是会有一点点水梨味啊。嗯，喝起来是苹果西打，感受一下，8分。哦，落差也很大，我觉得还是略甜啊，好甜好不好？糖浆好不好？我每次看人家喝的时候都是哪位？你平常不是也喝苹果西打？会加冰块，会加水，会加水之类的。苹果西打要搭配一些，比如说那个黑胡椒、羊小白啊，比如说红曲米糕之类的东西。这个超爆甜呢、欸！觉得太甜吗？这个我所有的像梨子那种甜，尖尖的甜，很刺激的那种甜、欸，对，刺激的甜，甜爆甜，汽水甜呢、欸。就是我身边所有的女性，只要喝过一次都觉得很好喝。甜甜的，很顺口，加一点水跟冰块，非常的完美。而且它只有3%，你又不会喝醉，然后稍微有一点你知道微醺的感觉。哎，这是我买的这个老虎牙子虎虎生风机能啤酒。哎，老虎牙子没有不甜哎、欸，老虎牙子很难喝哎、欸。怎么说？我对老虎牙子有比较好的印象。老虎牙子在当兵的时候，在军营的那个贩卖机里面，你今年是88岁是不是？在军营的贩卖机里面，老虎牙子是一个顶级选项，不是很常出现。军营里面的那个投影机里面都是那个什么奥利多水、统一蜜豆奶、白色的那个落剑，落不是剑落，不是不是剑落，落剑是生发水，都是这个东西，然后偶尔会出现。老虎牙子，老虎牙子算清爽，哎，算清爽好喝的。它这里是气泡水还是啤酒啊？啤酒，你看这是个清爽的啤酒色。你刚刚梅子的就比较热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有。那哦。等一下，3、2、1，6分，你超难喝的哎，这比啤酒本人还要更难喝，它后面还有点苦苦的，然后还有老虎牙子的臭味。老虎牙子什么臭味？老虎牙子有臭味。哦，那个是人参味好不好？哦，不喜欢，苦。小朋友，说好像你给9分一样，来。哦，你给几分？4分这样。对。喝起来是很像你随便弄一个啤酒，然后把老虎牙子整个倒进去。对啊。就是它味道没有融合。味道是分开的感觉，我觉得它选黑色这个道理，喝起来有一点那个德国黑啤的味道，只是那苦味是那种人参的苦。哦，它就是药味啊！再喝，这个药味。因为反正这边说有点道理耶，黑啤小朋友比较不懂啊，就是那个黑啤果就比较重一点。我觉得他用老虎牙子做出另外一种韵味来。哦，他是用那个人参的那个苦味来对比那个麦的那个苦味。你不觉得那个啤酒味都不见了吗？它已经没有啤酒自己的味道了耶，它只剩老虎牙子的味道。确实，老虎牙子比较强势。啤酒的味道啊，这个叫莫，这个叫，这叫什么 ？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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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
气泡调酒。题目太长，我还一直讲不完。然后我后来发现说，它是柠檬糖煎制的。对啊。它是柠檬反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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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表面洞悉到它的本质，我们竟然都没有发现。他真的很成熟哎。这个一罐，我如果被暗杀，写下什么？罗瓦拼音，我觉得我会晕死。这
这也是气泡水，这怎么好拍的啦？他的工作就是拍啊。完了，完了，跟刚刚那一瓶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，看起来不好喝。不一样的味道哎、欸，不用吗？不一样，它更酸，它很像小儿西药的味道。我很怕柠檬、柑橘类的调酒就是这样，它都喝起来很像药味。柚子也是柑橘类、欸，怎么办？三分，比柠檬糖高分哎、欸。我觉得它的那个柠檬比柠檬糖的带劲一点，就是更酸、更对、更真一些。因为柠檬糖就会感觉到 boring， 然后柚子意外的顺口，比我期待高一点点。我是觉得柚子的有一股苦味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好是坏。也许柚子确实会有这个苦味，有不然皮没剥干净之类的柚子皮的味道，说不定他想强调这个。这个两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，更酸更苦，觉得比柠檬糖还要顺口一点。再来这个是潭岛的鸡尾酒系列，这个是冻柠茶，这个是绿茶，这个是透明的，有啦，一点点黄黄的。但它闻起来就是那个开心乌龙茶味道。我先把另外的口味喝完，再一起比一下冻柠茶。冻柠茶，它上面写 low sugar 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是低糖版。这冻柠茶，冻柠茶的颜色。冻柠茶是柠檬加红茶，我觉得我有点呛，我喝太快了。没办法一起品吧？哎，这没办法一起品。那我们先品这个绿茶的七分。超难喝，它就很像绿茶水，然后把它去打成气泡，还硬随便加一点酒精进去。绿茶已经很淡了，还会涩。然后又很苦，难喝死了！就知道难喝的东西你会给高分哦，气死！跟前面那一堆甜的要死东西比起来，不甜，光它不甜 ，shocking， 震撼人心。一开始是有那个有一点气泡，然后茶的味道，后面稍微扣了一点分，因为它为了降低它的甜度，它是加代糖，到后面会有一点代糖的那个涩涩的苦味。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多东西好形容，它就是不好喝。八分、哦，我一开始觉得不错，我喝第一口的时候觉得哎蛮顺口的，大概有七八分、嗯。但是我喝到第三口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很像你买冻柠茶放到坏掉的味道。你要这样的逻辑说，葡萄酒是把葡萄放到坏掉啊，葡萄汁放坏掉。没有，它太像饮料坏掉了。醋就是把葡萄酒放坏掉啊。它是一个酸败味，你喝。没有啊，就是你平常的绿茶泡会比较味道。它虽然是冻柠茶，但它的红茶味是大于柠檬的。对对 对, 對，就是它酸味没有很强，所以整体喝起来就是很顺口。这才是鸡尾酒需要的吧？平衡，对，平衡。它确实是蛮好喝的啊，但是我现在跟前面那堆糖浆比起来，忍不住给它拍手了。但我现在有奇异点想说，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品味它。好。再来就是陈春安坚持要介绍给大家的哈，好乐悠饮红茶口味，对，这是我们家冰箱的常客，这也是气泡酒，所以其实就是一辈子都很差，对，就是普通的味道啊。九分，我觉得这是喝到目前为止最顺口、最清爽的，它还带点茶香，它是喉咙悠饮系列里面最好喝的一个口味。原本我其实觉得它是有点甜的，跟一般比较有点甜，跟刚刚那堆糖浆比起来，它现在变得特别清爽，甜对吧？特别清爽。要不是我刚喝到那个刚刚两个看到的，它就是最清爽的一个，是吧？这个是台虎精酿的荔枝果茶艾尔啤酒，那边贴了一张这个。但是其实它是印上去的，它要做成一个外带杯的感觉，像饮料杯，哎，饮料杯的感觉。这个是我买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。它其实还有很多口味，半糖去冰，荔枝是你，因为你是不是有点醉？有点出手出脚的。为什么它上面放的是画的是凤梨片？哦，它又是气泡款哎，有点勒勒。就跟刚刚那个美酒一样，我觉得它是加荔枝糖浆吧，我猜。三分，就跟我刚刚那个美酒的逻辑有一点像，我觉得它把啤酒变得比较香甜好喝，更适合喜欢喝美酒的女生一点。我觉得它没有不好喝，它没有很甜哎，它没有办法被称之为啤酒，它更像是一般的那种水果鸡尾酒。哦，啤酒的比例蛮低的，就像它画那样，它就是一个凤梨柑橘鸡尾酒。然后哈，我家有个菜园，我家从小是在务农的，它闻起来的味道就跟那个龙眼树，然后那个龙眼地上腐烂的味道。我觉得它是坏掉的红茶一样啊！我没有闻过坏掉的红茶，
但是我肯定闻过一堆烂掉的浓烟，他这个味就唤起我一个，他勾起他不好，唤起我一个腐败的记忆。我也觉得他这个唤起我腐败的记忆、啊。为什么、啊？你怎么把红？坏掉红茶，因为你有时候放在我桌上，我以为是我的，我就喝了，我就。再就是北台湾卖酒有限公司吉酱啤酒，吉酱哎、欸，客家人的酒。我原本以为它是噱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其实是金桔，然后说是吉酱，但是我刚仔细看，它真的是加吉酱。哎、欸，这样不是有很多泡泡？它是先产生泡泡，对，然后你再往旁边倒泡。爱乐乐呢？然后等一下，我先说。我觉得我从我角度看，它的气泡是比较粗的，对，没有那么，所以说很快就消掉了。你看到它没有那么绵密，灼灼的啤酒就是不妙的颜色。灼灼。哦，气泡没了，你赶快喝，你赶快喝。喝起来就像白兰氏鸡鸡。哪有啊？你喝完之后舔嘴巴。舔嘴巴怎么了？跟白兰氏鸡精喝完之后，舔嘴巴的味道有点接近。哦哦，我知道了，合适的融入在地食材，回家拿起汤锅做实验，一直是酿酒师在创造作品时的坚持。或许啤酒可以让吉酱有另一种诠释的可能。实验性，我觉得要失败了。Experiment， 三分。身为一个新竹人，我觉得我最有这个立场来陈述这个作品。我没有看到吉酱在哪里，至少我喝不出来。你说的很对，对，就是说喝起来是完全不会酸哦，因为你的期待可能是酸到爆。其实没有，吉酱不会很酸，但它会有一个特殊的韵味，然后是酸酸咸咸香香甜甜的。至少肯定会有酸味吧？地上的金，你不知道什么主题。或许你可以说它完美融合在啤酒里了，就是照这个说法，可能就是你把啤酒吉酱拿去酿之后，自然而然就酿成这个样子，不能怪它。金桔的那个有一点苦味留下来了，就会变成一个很苦的啤酒的那个韵味，取代啤酒花的感觉。我觉得，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它上面不能写吉酱啤酒，好凶哦，对不起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吉酱味。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喜欢喝黑啤酒的人，有一点。不一样的苦韵跟单纯小麦的苦韵是不一样的。喝完了，我现在有点醉，小醉，糟糕了。那你最不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是老虎牙子哎。啊！本来不要吵，借酒装疯。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老虎牙子它自己的味道，然后它变成啤酒之后，我觉得它比原本老虎牙子更苦一点。然后我本来也不爱喝啤酒，我就觉得它把两个我最不爱的元素摆在一起之后，变得我超不爱。那你最喜欢的是？我必须不行，不能选，这是你本来就喝的东西，不能选。你说新的品项里面我要选一个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可能会是荔枝这个。哎，美酒那个在哪？哦，我觉得可能会是这个哎。你看口味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喝比较甜一点的酒，这个我觉得算结合的不错，既能喝到美酒味道，同时又可以撇除一些啤酒原本有点苦苦臭臭的味道。你最不喜欢谁？我最不喜欢柠檬糖的原味，太无聊了。它做柠檬汁也没有特色，喝过就忘。你最喜欢的是？我最喜欢老虎牙子 ，Impact， 老虎牙子，我觉得它算是蛮有想法的。它保留啤酒原有的特色，受众不一样，受众不一样。我觉得我最不喜欢分两个层次，口味上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两位，这个鸡尾酒，就是香精味这么重，太重，然后一看就知道是色素，像在喝什么，就是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上面写什么字？现在喝什么浓缩一样很怪，但是就精神层次来说。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个美酒。谁又冒犯到你了？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狭隘。完全就不是啤酒哎，很累，然后下班的时候我会买啤酒，我希望是那个飒爽感。那你就买海尼。它完全就会给我另外一种甜腻感。打开冰箱啊，还有女朋友剩下的啤酒，是啤酒吧？对，喝一口。这样，你知道是代表什么？糟糕，代表你根本就不应该乱喝别人的饮料，那是别人的。他为什么会放在冰箱？一个是他要喝，但他还没喝，但他把喝掉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檀岛的，应该是冻柠茶。绿茶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够执念，就是它还去加了甜味剂。你喝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想要有甜味的东西，所以就觉得它应该就是无糖茶味道。最后临门一脚之后，然后它退缩了，害怕，我喝出了它的怯懦。它冻柠茶不然没这个问题。好，马上就要圣诞节了，大家想必有很多的拖要跑，有很多的派对要办吧？对。看完这一集之后，丢席要买什么了吧？丢席。如果妹子多的话就买这个，如果妹子少的话就买这个。好，
打麦。怎样？怎样？很棒，好，拜拜。